行了，嗯，行，OK了吧？嗯，想吐吗？我们休息吧，休息一会儿再走，不急。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之后呢，就我就默默就是蹲在那个悬崖边，我真的是忍不住，我头在疼得快就是快死掉那种感觉。娜娜，你高反吗？嗯，你高反吗？没事。 怎么看你就不行了呀，娜娜？行，没事没事。当时我就已经偷偷在掉眼泪，然后就把墨镜默默戴上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，我只在乎说旁边有人在拍我，但是我忘记把那 GoPro 转一边，我掉了一滴眼泪，从这边眼睛掉下来，然后赶快拿那个手套把我眼泪擦掉。完了之后呢，我就想说要忍住，反正等他们走远了，我要哭再哭吧。 还要纸巾吗？然后等他们走远之后，我就慢慢走，之后就开始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完蛋了！我想我怎么失控？你是在擤鼻涕还是在哭啊？啊？你还要不要纸哦？你再擦一遍吧。那你呼吸都呼吸不了。 他们两个都没有把我哭的这件事情戳破，然后就假装我是流鼻涕，给我带几个纸，但其实我哭得很大声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在哭，就如果在我旁边的人都知道。因为我的个性就不是那种希望人家看到我比较软弱的那一面嘛，所以还是挺感动的。 过这座山，我们就要国际闹了。能休息一会儿吗？站着休息其实会恢复的更快。再呼吸，坐下，起来站起来，那个好难受啊。那你要紧一点，坐下，才费事，也不费时压的。站着。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走到靠悬崖了。 现在坡度陡，就慢慢解决。